你很多折耳根，采点嫩叶去吃。这个是鸭脚吧，也可以吃的。满满一篮，再来满满一篮子，够吃了。哇塞，一大盆。还准备了一笼肥肠，今天就来做个肥肠火锅，烫这一大盆折耳根嫩叶吃。先把洗干净的肥肠煮熟，放点葱、料酒，煮很久了，差不多了，加出来。现在起锅烧油，放入姜蒜、干辣椒、糟辣椒、豆瓣酱，再把切好的肥肠倒进来，好，加入山泉水，烧开就调味，盐、蚝油、花椒面、胡椒粉、酱油。我还提前泡了一点白菜干和蕨菜干，放进来煮。香喷喷的肥肠火锅就做好了，先吃几块肥肠。放了很多干辣椒和糟辣椒，又香又辣，非常好吃。
这个跟椰汤火锅真的是非常好吃啊。